我是万万的都没有想到，把小黄瓜放到滚烫的热水当中，出锅就是一道地方特色美食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3毛钱一斤的小黄瓜，先用清水给它洗净，锅中水烧开了，撒上少许的精盐，然后把小黄瓜下锅，焯水1分钟后给它捞出来，用凉水投凉，投凉的小黄瓜中间切上一刀，然后翻过来再切上一刀，切好后像视频中这样，多撒上一些精盐，翻拌均匀，腌制2个小时以上，把黄瓜腌出水分了。 盐水不要丢，留着备用。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，把黄瓜洗掉盐味了。都说点红心是勤奋，不点红心是本分。如果有人看见这个视频了，正好您的手机还有电，就麻烦大家帮忙点一个吧，让我也欠你一个大人情，谢谢大家了。最后用力的攥干水分了，准备韭菜切成小段，圆葱切成细丝，然后倒在盆里，加上一包这个韩式泡菜专用酱，这里面什么虾酱啊，鱼露啊，各种成分都有了，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。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，而且现在都是19.98块，真的很划算。用左手把馅料抓匀了，再把小黄瓜夹在馅料里，再用手给它攥一攥，这个小黄瓜泡菜这么地吃就老下饭了。放在冰箱里冷藏，鲜香脆爽更加好吃。喜欢您就点个赞，收藏做起来吧。